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杨。今天我们要拍的是一人用10块钱在不同的便利商店买东西，看谁可以买到看起来最多样、最划算的东西。而观众就是我们的评审，优胜者可以得到我请他吃三餐日本餐。我们的目标有三间便利商店哦，一个是全家，哦，一个是 Seven Eleven， 还有一个是米克斯。我们就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要哪一家便利商店哦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选择 Seven Eleven， 因为我感觉那边东西比较便宜。决定米克斯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在米克斯的店外面，所以小杨第一个先去用十块钱买还要的东西。这间就是米克斯了。OK， 小杨，这个是十块钱，你就去买一下东西。Yeah. 我在门外面等你。爸爸，出去给我买零食。可以，好。OK， 小杨出来了，买好了。好了。我们到 Seven Eleven 了。我臭小子要进去买他的东西，来，臭小子，10块钱，我在外面等你啊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OK， 臭小子终于买好他的东西了。现在到我用10块钱在全家买东西了，你们在外面等我啊。拜拜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来正式来开箱，看谁买的东西是最划算的。我们先一道一道比哦，我们从最小样比到最大样的。我第一样是这个。巧克力棒，我这个巧克力棒是人人都爱吃的巧克力棒，不信，它里面还有花生，而且很便宜吧，才1块多吧。我的是巧克力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才叫人人爱吃，是不是？你这个，还丢垃圾桶。我的第一样物品就是这个，什么梨花金啊。OK， 我们第一样物品，我们再来比第二样物品。我的第二样物品是维比娜的糖果，然后又是人人都爱吃的，这个不止人人都爱吃。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爱吃，你 ice cream。讲真的，这个维比娜是我小时候喜欢吃的，从小到大都喜欢吃的。到现在我都在吃。真的，这个好吃浓啊！老了。第一样是这个 Kit Kat， 什么特别 Kit Kat？ 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好吃，比你好吃，更多人喜欢吃。是那丢海。我的第二样是这个旺仔 QQ 糖，樱桃口味啊，有点相似啊，不哪一个比较好吃啊？我的第三样物品是这个豆奶。哎，这个也是人人都爱喝的豆奶，而且豆奶喝了会长高。我不信，真的。小白羊的最爱啊！小白羊每次喝这个，不懂是不是因为长高的关系？不是不是，你看小白羊喝了那么多，你看还有高吗？有了，他原本160了，他现在165了，就高啊你！来到你了，饼干哦，我也不懂什么饼干，鱿鱼饼也是快多钱嘛，超便宜，看到吗？小老板出的。哇，看我的第三样物品，你最爱吃的那条。哦，我可以给你换嘛。OK， 我们再来比第四样。你讲第四样是压轴了，你们没有人可以跟我比了。确定？我第四样是这个，肯定吃得饱的蛋炒饭。我不信，才这样小碗，一个手可以抓完，你不可能吃得饱，要骗我。你不要这样子看，像小碗吃起来是刚刚好一个人的分量。你当我小孩子？真的刚刚好一个人的分量啊。我还有很多。哇，你还有很多，我完了哦。我还有小老板的那个菜。哦，你第四样一次过介绍完你所有东西哦。我还有2条面包，肯定吃得饱的。哇，还有我的水，还有可乐。你们算什么？一点点呀，那种东西。我的最后一样，这个叫什么？霸道大锅，它很像那个旺旺雪饼这样的，可是它这种是四川辣口味的。哇，很大包，现在这个。值得啊，这包。从你们的眼里啊，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啊，不要偏袒任何一个人。你们这样子看，谁买的东西是最划算的？可以在底下留言投票，哪一个是你们心目中觉得最划算的？我臭小子是1号咯。我是2号，3号，他是3号，1、2、3，在底下留言，优胜者就可以得到我请他吃3餐日本餐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不要忘记订阅臭小子还有小杨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